台北的饮食丰富多样，从路边摊到米其林餐厅，应有尽有，想找什么都可以让你找到。台北也有很多隐藏在闹市中的小店，应该是这家了，可能隐藏到你经过也没看到。我们卯时就开始吃，卯时卯时是几点？五点。但是也很多人不知道，台北的日本料理也非常的正宗，而且价廉物美。酱烤干贝，阿里嘎多，好美啊！好大一颗干贝，就是要干杯、啊、干杯啊！对啊，这还要干杯啊！当然，你想吃哪一种呢？跟着大为一起吃，おいしい。